小朋友，你怎么了？报警叔叔。下午，青台市交警支队特别报道，在五马路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据调查，是驾驶人员酒后驾车造成的。该司机驾驶着白色捷达，冲过了中间的隔离带，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快车道上，被四辆货车连续撞击。下午3:40，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司机已经死亡。经过检测，驾驶员血液内的酒精浓度严重超标。节目放完了吗？昨晚的新闻都播完了。乐乐，看见坏人了吗？那些节目不是我昨天看的那些。是这个节目吗？我真的一点都没注意，不过应该是这个频道的节目吧。新闻播完了，那个节目里头没有。我们还一档节目是交通快讯，是不是在那里面有？快，那个节目在哪儿？在台里。交通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极大地拉动了我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我市交通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首先，大力发展集装箱业务，开辟了京台至韩国平泽这一国际集装箱轮航线。其次，中海集团决定将普陀岛号客轮正式投入京台至大连的航线运营。据悉呢，该轮是环渤海湾最大的船舶之一，具有载客量大。前天呢，我们去拍新闻，拍完我的解说，然后我让摄像师抓了几个观众的镜头，他就拍了这些。当时也没别的，我就拍了几个镜头，以备剪接的时候镜头不够的时候可以用。你们没有拍到他们跟什么人道别吗？哎呀，也不知道啊。他们有没有可能没跟船一起走？能吗？梯子都撤了，不可能吧？不可能。我一直等船离港的时候还拍了个全景镜头，后来没被采用。道别的时候连船梯都被撤走了。对不起，这盘工作带我们要借用一下。还需要什么尽管说。别客气，只要能。
有没有注意到刚才赵大英看你的眼神？其实我在会上发言都是为了在他面前表现我自己，我的那两条一会儿肯定会有人提出来，让我抢到了机会，就是想让他用另外的眼光注视我，他却装着什么也没发生，哪怕朝我点点头笑一笑会多得意啊。这个人呢，猜不到什么事情能让他对我特殊一点。你还没说话呢，啊？讲两句。刑警队啊，天天都有收获。嗯，行啊，你等着看。嗯，好。嗯，拜拜。嗯。
4月22日，星期日。把你的想法给胡局好好谈谈。不急，有些事情还没有琢磨透。你看，这又要去市里汇报，又要接待部里的专家，我看着都累。受不了这累，你也就当不了这官。我现在有一件事情最让自己能满意的，就是我没有向上爬的野心。老魏，停车。我终于想通了，罪犯第二天没有提走刘和在银行的存款。我们过去以为他们是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可是你想过没有，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低级的品行？这跟他们以往的犯罪不在一个层次上。连中国银行提款的规定都不懂。哎，而且你看啊，电视上那几个怎么看都有点像韩国人，对中国银行的规定都不清楚，证明什么？证明他们平时根本就不生活在国内，肯定是受别人雇佣来做这些案子的。那么，雇佣他们做这些案子的人，肯定是有国际犯罪背景的。越来越清楚了，赶快汇报去吧。你还记得黄觉宏的两出两进吗？你是说毒？可杀刘和跟毒品挂得上吗？刘和跟毒品没有任何关系。是啊。走，开车。啊。家，哎呀，我是没有办法呀，才在这将就一下。哼，还家呢，那我成同性恋了。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哎，找你哥去啊！你干嘛呀？哎，你找一好地儿。姐，哎呦！哎，我跟你说啊，这次回家还真把我吓了一大跳。又怎么了？我洗澡的时候啊，我明明听见门口有人说话。可是等我一出去一看吧，哎，连半个人影都没看见。哎呀，下次还真得把那个屋里的钥匙收回来。哎呀，你一个姑娘家的，你就不怕人把你强暴了？说什么呢？我就是经常写东西啊，老也不在家。哎，我就怕呀，楼上跑水啊，把我们家给淹了。其实我那房子挺好的，就是上下水管道。也不知道啊，这开发商卷了多少钱去。喂，哎，胡局，啊，在，让他接电话吗？是，我知道了，马上行动。有什么行动？啊。胡局来电话说，让我们去他那儿一趟。哎，把马条叫上啊！快走走。之所以把大家凑到一起，是因为牵进了黄军红的案子。大英呢，想当着大家的面儿，把他小子藏的那点小心思啊给公开公开哈。我开场白完了以后呢，就答应主讲。哎呀哎呀，按照你的习惯啊，嘿
黑板我都给你抬过来了，下面我们大家听你的。实的全局监控，我觉得黄娟红的这次返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试。对方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他搞不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放黄娟红离境。这一次糊糊的失误，说破了马屯的身份。我们呢，就将计就计，公开了马屯的身份。又编造出一个妹妹的传说，再一次放黄娟红走。这一次，这个遥控者虽然没有亲自来，但他对我们公开马屯的身份，再一次放黄娟红走，就更摸不着我们的底。以上三件事情有几个特点，也就是说是疑问。对方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们青苔下这么大的本钱？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从境外来的，而且都有毒的背景。
416这个案子从一开始我就认为不是我们青苔地面上的地头蛇所为。现在通过证据分析，通过我上面画的这三个圈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也就是说都是从境外来，是犯罪嫌疑人从境外调进来的团伙。一开始我认为会不会是境内其他地区的犯罪团伙到青苔来作案，但通过乐乐的指认，电视新闻中出现的那几个人，我觉得应该是韩国人，是犯罪嫌疑人为达到他们的目的特意从境外调进来的。这个犯罪嫌疑人，我觉得他肯定是研究过我们的工作方式，而且就目前国内刑事案件来讲，我们的工作方式大致都是以摸排、调用特情、以深入调查为主，而境外的犯罪嫌疑人在大陆是没有案底的，所以很难在摸排中把他们找出来。那为什么不派美国人和俄国人呢？显眼，太明显了，容易让人注意。为什么要找韩国人呢？姐，韩国人和中国人站一块儿，看不出来。而且韩国人会讲汉语的人很多，距离又近，再加上他们设计的天衣无缝，可以说在中国很少有人对穿警装的人和警车产生怀疑。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虽然在犯罪现场没有留下指纹和任何犯罪证据，可是却在银行里留下了不清晰的录像。一开始我们很不解，他们既然设计的天衣无缝，为什么会故意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今天我和老魏才想起来，那是因为国内的银行和国外的银行许多的规定是不一样的，他们以为国内的银行会像国外银行一样，只要是大额汇款只拼一个密码就可以了，但国内是需要本人亲自来办的。这样的一个低级错误恰恰证明了他们境外的身份。喂，是我。好，好，请部长马上把资料给我们传过来。好的，再见。部里通过国际刑警资料库找到了我们提供照片当中有两个是国际刑警要通缉的罪犯，是韩国警方要求通缉的。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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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疯丫头，别疯了啊，还在开会呢啊。那个大英，你接着说。从416境外人员到我们境内来作案这个特点来看，可以和前面这三起案子串并起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背后的人肯定在我们青苔住过2到3年以上，持国外护照，但也不排除他的双重身份，这是第一点。第二，他肯定呢会有固定的职业来掩护的。第三，即使他不是个老人，也是45岁以上的中年人。第四，这个人
应该极善于伪装，周边的人缘也应该是不错，给人一种很慈善、可亲的样子。为什么呀？如果时间短，他不会对今天农机公司的事儿摸得这么熟，制造出受害者绑架的骗局。时间短，他不可能能模仿出我们警察工作的手法。会不会是我们内部有内鬼啊？局长把我们几个找来，看来我们几个不是内鬼了。这时候你少插话。我觉得是从小说和电视剧里学来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人一定是在我们市里头已经居住了几年。那第二呢？其实这个人我们应该见过面，码头穿帮那一次我在走廊上好像见过这个人，像一个离休在家的干部，后经菜市场的小商贩证实那个人是一个中老年人。如果对方化妆，那么年龄肯定在45岁以上。第三，一个人在本市居住了两三年，一定要有固定的收入，要不然也会待不下去的。一定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来做掩护，来掩护自己。如果你的假设是成立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在青台待那么长时间？是什么样的事情叫他留在青台探路，不惜从境外调用人手，照样花很多钱才能雇到的？毒品，明摆着只有毒品才有这么大的利润。那有多少毒啊？那可老了，一星半点的还不够塞牙缝了呢。我说两句啊，我也同意也不同意。你们看前三个穿在一起还可以说得通，这416我们费那么大的力气却跟毒品扯不上边儿，这是为什么？哎呀，
怎么了？不高兴啊？就当开个玩笑嘛，我真的不是骂你们。哥，你太有才了！太棒了，把狗引开！你要是大小伙子，我非亲你两口。小胡这个比喻好，一下就把扣解开了。他们就是想把我们引开，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416上去，然后他们就，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可对手下了这么大的本钱，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毒。肯定是毒，而且是大批的毒品。赵大英并案串联的想法倒是把许多事情都合理了，虽然主观猜测的成分多一点，但是说服力还是蛮强的。不过如果我们真的是把全部工作挪过来，按照赵大英的分析来干，万一我们这个榜要是压错了，出现侦查方向上的误差，这后果还是很大的呀。怎么还有点下不了决心？虽然合理，但是支持分析的证据显得不足。现在向市领导汇报吗？我给你出个主意，我看暂时还是不要汇报，全部的侦查工作呢也不必向所有的办案人员公开，怕的是啊我们办案人多嘴杂，才限制在这么几个少数人啊知道也就可以了。也好，现在我们的队伍也不是纯净水，免得走漏风声。对方的设计智商、反侦察水平，可算得上是一流高手。说不准呐，会在我们内部放一颗定时炸弹。总之，一切从最坏处做准备。啊，知道了。我再给你提个建议，把所有知道底细的人组成一个 A 组，在刑警队也来个一明一暗，争取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对，这样好。要是案件真的是按照赵大英的分析在发展，我们有 A 组，说明我们早有计划。反过来，那就贯彻市领导的指示，到时候把 A 组撤了就行了。哎，有点私心呐。我们这是用革命的良手对付反革命的良手，也可以保护同志嘛。啊，说穿了，可以保住乌纱帽。惭愧，惭愧啊！嘿嘿，小老弟，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啊。哎，好男儿，谁不想建功立业呀？实话实说，总比客套话听起来舒服。